你临行那夜到底跟我说什么了？这小哥哥长得这么俊俏，却是没出息的送货呀。对不住，我忘了。谢青书。杨默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你，还用臣再多说呢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你好美啊。这偷懒的时光能多一会儿是一会儿吧。只要我的项上人头，就可保立下平安吗？那给他们便是。可是梦总有醒来的一天吧。我若不愿醒，你可愿在梦里陪着我？